一年半七天，一年半健身房卷，就在圣诞期间。哦，这么快？就这几天了，近期。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啊！各位亲爱的，我们所有的黄家的同学们都会期待一下啊，圣诞节就可以听到我们小霞穿着你们的好消息，太好了！接下来带着我们这个大妈的手套一起来拍张照片吧，来。 <笑>来，而且黄家老师在看一下我们的四件套哈，来拍一下我们的幸运盲盒的我们芳芳的手套，希望在2024年黄家老师，我们的小霞姐姐、黄妈可以在2024年继续闪闪发光，给我们带来好看的歌曲、好看的作品。好，谢谢，再一次谢谢黄家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《悠悠乐百姬俱乐部》的现场，请内场稍事休息哈，待会儿期待我们演艺圈的精彩表现。 好了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今天看到了我们澎湃的我们下一位的颁奖嘉宾了，大家非常期待的，我们喜欢的歌手周深同学，掌声欢迎！欢迎深深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的我们的百变出的活动现场，有请深深在他面前先进行拍照，本季电视剧的主题曲，也为电影《三体》《流浪地球2》《志愿军》《速激》等多部口碑电影献上了主题曲。 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斩获了11个奖项，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周深来到今天的娱乐百姬出的现场啊！而且跟各位说一下，他今年呢，他已经4度登上了我们的娱乐浪潮榜的乐队榜单，并且呢，在综艺榜上夺冠了13次了啊！深深。